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你这论道人的，无论你是谁，也不可推诿。你猜是某西方论道人，就猜是某西方天赐给的罪。而你这论道人的，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。二，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，上帝必走进你审判他。三，你这人啊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。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？四，凡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，宽容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让你悔改的。五，你经验错，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必须继续受愤怒，以致上帝震怒，向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六，他必照各人所行的行为报应各人。七，凡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消费之福的，超越尊神报应他们。第八，必要激动，不顺从真理，凡顺从不义的，超越愤怒怒恨报应他们。九，从患难苦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以希利尼人。十，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十一，因为上帝不偏待人。十二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。凡差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第三，人来在上帝面前，不是听律法的会议，乃是行律法的会议。第四，没有律法的爱帮人，若顺从本心行律法，上帝死他们虽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十五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却在他们心里。他们是彼此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信任互相较量，佛以为是，佛以为非。接着，超差上帝者耶稣基督审判人们迷失的日子，遭受我的仆人所言。十七，你见没有太人要依靠律法，却自错上帝夸口。十八，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就晓得上帝的旨意，也能分辨是非。十九，要潜心自己是极黑至亮路的，是黑暗中的光。二十，是从本人的师父，是小孩子的神圣，在律法上要知识和真理的模范。二十一，你既是教徒别人，凡不教徒自己么？你刚说人不是偷窃，自己犯偷窃么？第二十二，你说人不可奸淫，自己犯奸淫么？你有没有想自己犯偷庙中的物件？二十三，你知错律法，夸口自己多犯律法，沾辱了上帝。二十四，上帝的名在爱邦人中，因你们受了亵渎，正如经上所记的。二十五，你若是行律法割礼，固然与你有益；若是犯律法的，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。二十六，所以那未受割礼的，若遵行律法的条例，他虽然未受割礼，却不算是要割礼么？二十七，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，若能受律法，且不要审判你，这要你们和各里敬犯律法的人么？二十八，人民爱免做犹太人的，不是真犹太人；爱免肉身的各里，也不是真各里。二十九，不要里面作为邪作的，才是真犹太人；真各里也是心里的负。连不差乎二门，这人的权杖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上帝来的。